大家好，我是 Tom，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《我是收集狂》。大庄古典健美跟那个，还有那个大庄传统健美，先。八一四。八一二。然后那个身高嘞？180。180的，好 ，OK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好，想问一下，就是大专杯还有那个 Big Model， 你自己觉得表现如何？当时没有很好，没有很好，好像但名次好像很前面，对吧？状态没有到很好。你上一次跟这一次，你是隔了几个月？半年吧，六个月差不多。中间为什么没有再参加其他的？哦，休息一下。哦，会觉得累就是。哦，第一次，因为那第一次比较可能心身比较累。哦。那这一次你是参加哪个项目？古典健美跟传统健美。那健体的部分怎么没有参加呢？哦。不够干。对，这两个项目目前准备如何？应该可以了，可尽力就好。可以，就是代表会拿到冠军。没有，不可能。哦，尽力就好。想认识更多的肌肉天才吗？请搜索我的粉专或频道哦。